住这几条手链，你又不卖给我，给价，真是的，老板真抠。人家刚刚都说云南人很爽快，是啊，我就很爽快，一点都不爽快。云南人就很实在。哦，姐妹们。他们家这里有原石，给你们看到这个半截屏。西夏克来到云南，最早的发现的红石头就是南红玛瑙。南红玛瑙就是宝山的南红玛瑙。而且这种色的话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添加以及染色，看着红彤彤的，有的人会以为这个是处理过的，知道吗？但是的话，蓝红的话它有四川蓝红跟宝山蓝红，但是的话四川蓝红的话它有很多都是就是优化过的、处理过的，就是在证书上面的话它有的东西它是过不了了。像我们宝山蓝红的话，你拿到任何地方去做做检查，它是可以完全能出证书的，这个你们可以放心。那么大干嘛？这块石头放这里。好重嘞，这个。那你不累吗？我已经每天的抱出上抱下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说你不累吗？为了给了人家欣赏，就说，哎，这个是什么形成的？给讲解这个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是个原石，它就这里有肉啊，就这里有肉，对不对？其他地方的话都不行，就其他都是皮革。你看这个皮革好深呀、啊，我的妈耶！你看上面就有一点点肉。我看一下，咋能给你们看一下？南红是它是火山喷发形成的，它岩浆化石是。哇，你看好多粒啊！你看，其实能取出一颗的蛋面的话，还是很不容易的。这些的话，只不过给你们拿来做一个讲解，知道吗？做一个讲解，因为有的人他不知道这些是怎么出来的。你看，其实他这种的话就是给他们说不怎么好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些的话就是给他们呈现出来，就是那么多石头里面能取出那么多蛋面，已经是很少很少的了。看一下，对对对，我的意思也是你说被你说对了，我就要展示给他们看，来之不易，每个南红都是啊，对，你看像这个的话，它里面带飘花的，它也要取最好的部分来做，像这种的话它是做不了的，只不过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它这个有很多的纹理啊，大家用肉眼都能看得见啊。其实每一块料子的话，也是他们去找这种料子很难找的，很辛苦的，上山里面去就是开采这些石头也很不容易。我就看到他们家这几条手链了，好看，老板，咱们两个搬个老乡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市场里面才刚刚开放起来，对不对？以后会越来越好，生意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你这个摊位风水宝地，一看从那边进来，你生意，我跟你讲，你不发财谁都很难。谢谢你今年一定要发大财，我跟你说真的，我不跟你吹牛开玩笑，知道吗？你把这个卖给我，你肯定会发更大的财。你看像它这个的话，就是每一颗大小尺寸差不多，然后做成组成一条的话有25颗蛋面啊，五颗蛋面品在一起的，好漂亮啊。每一条的款式的话不一样，姐妹们，但是每一颗都是非常精的啊。它能做成这样的手链的话也是很不容易的，这个的话是宝山南红的冰料啊，数量不多啊，它这个好像料子比较少，就只有这6条啊，7条嘛，有一条不怎么好，颜色淡了一丢丢，然后我就没有要这一条。你说个价钱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1500。1500吗？啊，是啊。还可以谈价吗，老表？哎呀，谈不下多少，因为不容易，这个料不容易，我知道不容易嘞，谁挣钱谁容易，是不是嘛？挣钱不容易，对不对？这个做更不容易。哎呀，各有各行的难处，对对对，知道吗？这个是一样的。再说不假，哎呀，但是的话就是。喜欢是喜欢的，我先帮你拍个照了，你就算600一条给我们好不好？行吗？不行不行不行啊！不行不行。可以了，帮你拍个照，1234566，你别人单卖一条嘛，你要只卖一条。要不是嘛，这样说嘛，1500一条。600一条，可以了，我帮你多多拍照，行吗？你看，咱两个认识，你家摊位在这里，以前我的摊位在后面。人家说，人闽地人说这是不灵不灵的货，确实。不灵不灵的，我是云南的，是吧？行吧，行吧，我帮你开个张，你说今天可以过年开个张好不好？行吧，总算开张没有？开过了。开过了，再开一张更发财，好不好？都是发财。不勉强，不用勉强，但这个货的话确实是好，姐妹们，你们看一下，在自然宫啊，在哪里看，它都非常漂亮，很好看。老板，你人最好了，又最帅了，就600一条，开个张，心不慌，行吗？下次还来的，你不要这样了。刚才说不明显。你卖不下来一个。我别人拿的话就是1条1条拿，我拿就是6条，你有多少我给你拿多少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个手链只有自己一条，又不怪我喽。那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哎呀，老板人最好了，我跟你们开张了。拿包子价钱，600一条，性价比非常高，姐妹们，因为这个手链的话，你看。颗粒大很饱满，直接可以入手，直接可以到手即可佩戴，好看。喜欢宝山蓝红的宝宝千万不要错过了，他们家的蓝红的手链是真的好便宜啊。像这个的话，一颗蛋面的话，别人镶嵌的话，就是做一颗戒指，起码都要200块钱一颗。然后你
算一下，这里那每一颗200块钱，五颗的话就是1000了，600一条给他打包的价钱，蛮划算的。谢谢老板，来三千零，你点一下。哦，他们家这里还有很多的珠子，还有一些随身的挂件，很漂亮。喜欢蓝红的宝宝千万不要错过了，关注。